本剧由雕花夜市指定白酒光良酒赞助播出。老大，他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要不然你说我们家这百年的配方啊，逼得我没办法，我都换成优酸乳了。那个，我是换着，好像没有秘密啊。姑娘，以后他出门的时候把门给我锁上，再回回来来的，拿我这当城门呢。事到如此，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。我是真心喜欢美食，也是真心热爱街头美食文化。我觉得街头美食就是来自民间匠人的智慧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街头美食文化的精髓与真谛。我请求您给我次机会，让我留在这儿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这番话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。哎呀，我是真的喜欢街头美食文化。我认为街头美食文化就是我们民间匠人的智慧。你可以留下来，但是要戴罪立功。夜市打烊，你要把整条街打扫干净，包括厕所。爸，这有点过了吧？过吗？不过不过，谢伯父。别给我叫伯父，叫我李先生也行，叫我大爷也行。好的，大爷。大家没事儿，散会吧。女儿。卡住了，慢点啊，爸。行了，散了吧。哎，谢谢你。你让我看见甘肃那么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也轻轻的附和。也谢谢。是不是有人唱歌刚才？行了，别谢我了，散了吧。哎，咋散了呢？哎，是不是有人唱歌啊？刚才挺好听的。我也感觉有人唱歌。唱啥啥歌？吃鸡。这怎么又不成了？哥，你给这冰扇先关了吧。行。老弟呀，最近生意不行了。你这店是挺冷清。没事，我指定给你燃爆全场。那这燃起来吧。走。老板，微信照这边吧。哥不吃了。不吃了。不是吧？好嘞。咋给我唱走一桌呢？再整。吃饭，哥，消消气。怎么还是激动的？来，消气。这个浴室金樽解酒的。消气。干嘛？哎，挺忙的。哎呀，大小姐来了，吃点啥？整二十个羊肉串。谁吃？铁榜天王吃还熏煮天王吃？净你们瞎起外号！我爸要吃，那有现成的不？李先生能吃现成的吗？那得现穿。等着。别整大发了啊！我爸吩咐了，低调来的。
剑呐，哎，你听好了，只有本店的超级 VIP 才能享有的待遇，必须要用鞍山钢铁厂精品钢做的永久牌自行车的车条，现穿。啊，这妞不错呀。哎呀，我得要个微信去。美女，留个微信呗。What？ 你跟谁来了你？哎呀，挺辣呀！亮儿，你嘴好了。哎呀妈，我嘴好了啊！亮亮，太帅了！不是，这咋又来了呢？咋又坏了呢？告诉你们啊，下不为例，以后都注意点。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送你最爱吃的笋尖炒肉。谢谢妈。哟，这俩怎么回事啊？刚做完笔录，下次注意啊，再有下次可就不是赔礼道歉那么简单了。下次一人罚200。妈，您就别添乱了。这咋被打成这样呢？拥护啥呀？啊？你没事吧？以我没事，我挺开心的。你这平时挺能叭叭，战斗力也不行啊。不要他们那么猛。哦，剑呢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看出来，他还挺猛。你是不是对大小姐有点意思？哎，你小点声，那个别乱说，我对他一点意思没有。哎，你可拉倒吧，那我唱歌挨打前也没看你上手啊。嗯，你那都不叫事儿。那咋的？那我的理想就不值得兄弟你为我而战吗？你的理想还真不值得我为你而战。哎哎呦，我吃口饭去吧，走。我不吃，我洗衣服呢。你不吃啊？你去，咱俩吃饭去。哎呀，这饼帮张教头吗？干来了？啊，没啥事儿。那个刚才听说有人与恶人争斗了。对呀，不知最后谁给谁 KO 了？必须 KO 他们，这不刚放出来吗？就他呀？啊。反正行，那你们该忙忙去吧。行啊，我跟小老头吃口饭。走。哎，哟，哎，哟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你这岁数有没有人告诉你会有伯乐出现？你看你长得啊，这个天庭饱满，骨骼惊奇，你看这臂力，这明显的刚中有油啊。角度完了还胡言天成，哎呀，这真是继我之后144年里难得一见的油面奇才呀！大哥，有啥事儿？啊，那个你先等会儿，我没说完呢。啊，假如说你要能为我丙帮所用，那我们丙帮将来不就成个夜市了吗？将成为面食一条街。要考虑考虑。大哥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忙完的，洗完衣服找你去。哎呀，不着急啊，我等你。哎呀，这臂力，这甩，我有劲儿。呀！哎呀，这臂力，这甩，我有劲儿。哎呀，哎，哥，请问阁下就是齐剑吧？啊，好，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鄙人张大发，工长张，发大财的大发，就是这条街啊，所有的熏肉大饼和鸡蛋灌饼，还有跟面食有关的这些商户，
都是在下的门生，承蒙各位对我的厚爱，现在呢担任顶帮的帮主，还有总教头。啊，哎呦，哥，我知道你来就这样就你找弟弟什么事儿啊？那个没啥事，看你半天了，洗衣服呢哈？啊，那个手洗呢？啊，对呀。你看这不扯的吗？这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吗？用手洗啥呀？走上发哥家，发哥有滚筒洗衣机。这不好，哥，有啥不好的？跟我去就完了呗。那好吧。啊，你是不是没吃饭呢？没。那个发哥给你摊两张鸡蛋饼啥的，行不？还行。走。那我不好意思。你看我客气啥？别打脸啊！行。怎么样？来，过来，滚筒洗啊！看到没有，丙帮，我的地盘，我做主。来，请。都练着呢哈，不错。哎，发哥，这是啊，这个呀是陕西那边运来的顶尖小麦。嗯。然后呢，让他们用拳头活活的打成面粉。哎呀妈！哎，这样呢，做出的面才更加有口感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丙帮啊？我这小胳膊小腿的，我就不参与了。哎，谦虚什么？我早就看好你啦。发哥，师傅。哎，这不吃八号餐那小子吗？我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是那啥，那谁，那个铁线帮还有竹签帮那俩帮主来了，在门口等你老半天了。啊？他俩一起来的吗？啊，一起来的。哎呀，奇怪了，今天太阳从东边出来了啊！师傅你真有意思，那太阳本身不就从东边出来吗？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多嘴？你们过来，把它吊起来打成面粉。你跟我走。不是师傅，哥，我师傅，我去。哎呀，找地儿坐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今儿个吹的什么风啊，把这个咱雕花夜市卧龙凤雏两位大侠给吹来了啊。大大，哎呀呀呀，行了，发哥，啊，我们哥俩找你就是有事跟你商量商量。对。啥事儿啊？咱们在这说是不是不太好？哎，这是丙帮我的地盘，但说无妨啊。那个二饼啊，哎，看巧，来吧。你说啊，这来的好不如来的巧，正好这两天我的好朋友呢，给我拿了点上好的绿茶，请你们品鉴品鉴啊。这个茶呀，可不是一般的茶。来来来，这茶好啊，喝茶来了。你就给我弄点那个上回过期那个冰红茶就行，我要凉的，冰镇的啊。你看，这好生羞辱于我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茶，这是御史皇家特级绿茶，一般人我都不给。啊，喝点茶。哎呀，不知二位来今天有何贵干呢？发哥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夜市平时都是各忙各的，但夜市这个大家庭呢，毕竟是同气连枝，可不咋的。前一阵儿，咱们夜市来了个洋人，这洋人呐，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哎呀，我一瞅他我就觉着这人不对。但老弟一番调查发现啥呢？这个人就是以卡巴斯基刘老六为首的俄罗斯烧烤组织。人送外号卡巴斯基大脸子啊，是急呀，就是那个烤俄罗斯大串还有那大脸子那个，对，就那玩意儿，对吧？你知道他们招牌是啥吗？俄罗斯烤红肠，那香气扑鼻呀，那刚来咱夜市就占领了大部分份额。我俩算了一下，就咱们同期比去年相比，市场的营业值下降了60%。哎呦我的妈，给我气的呀！我就说赶紧拉你入伙，咱们一直对外。哎呀，你说你俩的营业额下降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他也影响到你呀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不着急搁这喝茶弄景的，
就你以后都没有生意做，知道不？就你那徒弟二饼，还什么二饼？卡巴斯基二咧吧？对。二位贤弟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丙帮呢向来不参与江湖之事。哼，他咋就那么不知道着急呢？啊？你要知道他们卖的是啥，跟你就有关系了。啥玩意儿啊？你告诉他，裂吧。裂吧？啊！卡巴斯基的啊？啊。手伸的也太长了吧？他不是，要不是唐亮亮掌门拦着我，我第二我都给他掀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给你一个小建议，两个夜市的龙头都已经联手，再加上你，咱们仨重振雕花夜市之雄风。我想好了，丙帮这回跟你们并肩作战，干就完了。看着没有，这还是买的凉的，这要是热的能搁这跳一宿。这咋回事啊？暗香里嫩，入口便充斥着一种耐香的味道。哎呀，老弟，那哥问一句啊，哥你别当回事儿啊。停，跟咱们发哥的比差在哪儿呢？味道上是旗鼓相当，但这料厂里至少有五味调料，不是料的事儿。不是料的事儿，啥事儿啊？你说呀！哎呀，哥，别着急，我着急吗？我有一个小看法，啊，一点点小想法。毕竟啊，咱跟大咧巴那大兄弟也不熟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也是刚来，咱派一个陌生的面孔过去刺探刺探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！没毛病。你这光说着有人没呀？老弟还真有一个人，这人吧。他刚来夜市，好巧不巧的，这人嗅觉还特别灵。卡巴斯基兄妹，黑龙江省俄罗斯人，擅长用俄罗斯方法制作美食，红肠与俄罗斯大列巴更是一绝。其特殊烹饪方法让张大发等人难探其中奥秘。你喝多了，你干啥呢呀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干啥？我这散步呢，我这溜达到这儿。喝多了，啥菜给你喝这样？你散步搁墙上散啊？避火啊？你
是不是想进去看看？我看什么？我看我这散步的。你想看你这大方就看。我可不看。那老好了，那白酒老干。夜里这味儿还白酒，这呛嗓子都。我走了啊，你得少喝点。哎，里边那妹妹老好，那白爽那美女团都来了。啊？白爽美女团来了？嗯。看看也行哈、啊。行、啊。我个个心不好，你带我去，要不礼貌是吧？嗯，搁哪呢？他不礼貌哈、啊。哦，哎，妹妹，来朋友们，哥，哥哥，那个这是他妹妹啊，哥，啊，哥哥。哥呢？看啥呢呀，哥？哎呀，这咋了？哥给我轮出来了，玩，干嘞！炸跳！那什么，开个小会儿我们啊，公布一个啥呢？好消息。我不叫张大发吗？我啊，已经现在成功地破解了他们的秘密武器的尺寸，还有内部结构。啊，咱们先说啥呢？先说这个，就是通风口的尺寸大约摸多少呢？就我这手啊，能有山楂半左右。那这个尺寸它能代表什么呢？它液气流吧搁里头，它能充分的循环，对吧？面食和氧气它碰不着面，所以就有效的阻止了氧化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多啊。就是据我猜测，这个设备应该没有明火，你知道？而且啊，全世界来讲能掌握这个技术的，你能看清吗？不到2亿，挺多。你知道，而且还多为俄罗斯人。就说废话，那人兄妹俩不分明都俄罗斯人吗？走吧，咱换别人想对策。别来了！爸爸，你这真有意思，你能尊重我一下不？再说我话讲完了吗？嗯。还有啥？俄罗斯的面包。那个红肠还有熏肉啊，就这些东西呢，做法都差不离，大致是就相同，我都摸得透透的了。那这种没有明火的装置，问你没问题，考你吗？知道叫啥不？呀，知道叫啥不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啥？你这辈子你都吃吧，是个太子。快说、哎、叫烤箱。那我为啥能知道呢？就是我曾经在关里老家的时候，年少的时候，曾经做过鸭。什么玩意儿？烤鸭！哎妈，吓我一跳呢！哎，当时他妈还能给我起个外号呢，玛丽莲烤鸭。不是，那个红肠是咋做的？红肠，这个我知道。你说。红肠啊，是用新鲜的猪肉加入特制的佐料腌制而成。这个佐料到底有多特殊啊？我猜测它里边肯定有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伏特加酒，然后灌入特制的肠衣，放入烤箱，慢烤而成。用发哥的话说，对火候的掌握是极其的复杂。哎，学我，完事呢。然后我有一个小提议，人约黄昏后，树上柳枝头，今夜小河边儿，大家分头狗。改。哎呦我天哪，师傅，吓着我！不是师傅，你慢点，这杯我跟人借的，跟谁借的？跟那老李头借的嘛。跟谁借的？
老李头。老李头怎么的？不是啊，你喝我呀？老李头用的怎么我不能用啊？能。谁有好的？他用脑袋啊？还对对对的，我用不了好杯，不都怨你俩吗？不是和俺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这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我到现在，你说我连个汤匙缸子我都没用上，我用他杯咋的？哎，我就用，我吃老猴，我让这气死老李头。师傅，你冷静冷静，咱今天干啥来的呀？对呀、啊，干啥来了？咱今天啥不到？师傅，我问你呢，咱干啥来的？问我呀？哎，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愚公能移山，但水滴能穿石，开弓就没有回头箭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你给我拿来。慢点，师傅。哎呀，是，看见没有？哦，对呀，我记得当时凉的，怎么合不上牙呢？师傅，你这图纸拿反了。啊！哎，二伟啊，你别说，关键十个年顶点事儿。哎呀，还这顶个徒弟，咱家除了这些工具，有没有焊枪啊？师傅，你要电焊还是气焊呢？师傅想用电气焊。那没有。没有啊。没有，这咋整？哎，慢点说。没有啊，你真的啊？你俩可以看家啊。完了，师傅出去划拉划拉。啊，你出去找找去。好，你看看家啊，这都就是容易给我看好了啊。师傅，那你慢点儿。别走丢了。行吗？哎呀，师傅，这杯我借的呀，师傅。哎呀，杯。开会呢呀，说呗。二位哥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计划。只要按照我这个计划准备了之后，咱们随时都可以向大脸巴宣战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咱们现在万事俱备，吱。哎呀，只羡烤西洋了，这么费劲呢？怎么关键时刻舌头总挂不上胆儿呢？师傅，你不用这样，知道这你家人，你就大方说呗。你整个起来干什么？说，俺们拆那铁皮，让人收走了。咱们现在万事俱备，吱。哎呀，只羡烤西洋了，这么费劲呢？怎么关键时刻舌头总挂不上胆儿呢？师傅啊，你不用这样，知道这你家人，你就大方说呗。你整个起来干什么？说，俺们拆那铁皮，让人收走了。怎的？谁呀？人搁哪呢？你带我过去。有便宜。你咋来了呢，千姨？街边的交通指示牌是你拆的吧？不是我。少废话，罚款200，毁坏指示标志，再加100。大姨，咋还提钱呢？少给我套近，是不是你干的呀？哎，这铁管子是啥呀？铁管。呀，这不是唐亮亮吗？大姨，他长得就像我。有错不认，再加500。大姨，那怎么就是我干的呢？那就不能是我跟唐亮亮一起干的吗？他再加500，不是，这不说一人250吗？咋就变500了呢？我不管你们是谁干的，明天上午都给我到业委会报到。有点空能不能够收拾收拾卫生啊？你看这让你们造的。行，明天上午见。慢走，阿姨。完了，这回不彻底毁了吗？这啥玩意儿整的？我没钱啊，你明天给我垫500。
既然已经产生费用了，咱就不偷偷摸摸的了，咱就大点干，早点散就完事儿了。我有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别我的了。我这，你刚才提前那个琉璃劲儿呢？就他。啊，懂了，对吗？哎呦，这个挺像的，我的妈！唐亮亮掌门呢？你这有点不太对呀，这不地瓜炉子吗？还有一个，你这串的颜色也不太对呀。哎，可不敢瞎说，老弟有点不同的见解。你烤串不能光看颜色，对，最主要的不还是味道吗？对，得尝。哎，那什么，差不多了，咱尝尝呗，尝尝，我就不吃了。吃，那什么，那个，对，旗舰。你这火呀太硬了，再说你这玩意儿烧黢黑怪吓人的，咋吃啊？为啥？这个可能是颜料的问题，完了呢，这个通风也不够，你看这颜色，哎呀，我这个炉的型也不对呀。你这玩意儿啊，烤地瓜没问题，烤肉肯定不行，更别说烤红肠和面包了。呀，咱像这样的话，我有一个小想法，小建议，我大胆的提一下啊，要不咱换个炉子？这咋说换说换就换呢？你这，哎，有了！哎，我家有个那个家传的铁皮箱子，不行把那改一下呗。那感情好，搁哪儿呢？搁家呢，咱看看去啊。走，你咋不早说？这可呀，说的那个熏黢黑，我没找着。快点！哎，放稳了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上眼看看，发哥可以，有点那么个意思，是不是？那个，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啊。你看这个箱子上下它分两层，上边这一层放石材，下边放木炭。啊，控制火候。你这样的话呢，就冷冶空气的话，在里头就可以对流了。是不是？这玩意儿真帅呀！有才吧？有才，这都是雕虫小技。那个，要不咱这样呗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丙帮的独门秘术。来吧，展示展示。几位，请随我师徒二人。来，前去试试。哎呀，来，不，谁也别碰啊，别伤着你们。哎，下小心啊。哎呀，来，上。哎，把拉下帘，哎呀，来了。夜店慢点呀。哎呀，你真能整啊。哇！哎妈呀，这也没过年呢，谁家放鞭子，吓人！老板，瞅你给我妹妹吓的，你得赔我一瓶饮料。对，赔两瓶。我瞅你撒这饮料，不赔没有。小孩老喝什么饮料啊？我这体型我都不喝饮料了。哎呀，你别哭！哎呀，太闹心了。你哭，我也哭。车不，老娃要轮变成那个了，这还赶上你医院去吗？兄弟们，你们回去吧，这集体送我，我瞅着有点瘆得慌，你怎么？哥，我没想到你这么着急走，不是，这边还有我们呢，啊。我把弟弟们送你一程。哥，慢走。这啥玩意儿？你们都吓人打怪。
坏的呀？二饼，师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说吧。你是逆徒，不许哭。把我那裤兜里的电话给我抄出来。来，师傅。喂，小勇啊，我是你表哥。你说我家海鲜不新鲜，你想咋的？不是这咋回事啊？哎，三亚仔走了。这么整可不对，肯定啊是被洪家海鲜馆给挤兑走了。嗯，哎，竞争归竞争嘛，怎么把人挤兑走了呢？就是。这都是啥玩意儿？不是这咋的了？三亚仔走了。这么整可不对，肯定啊是被洪家海鲜馆给挤兑走了。哎，竞争归竞争呗，怎么能把人挤兑走呢？这都是啥玩意儿？吃小李烧鸡啊？那什么，我这在夜市的时候吃鸡，不净吃鸡屁股来的吗？这落不着吃别的。我这合计住院了，各个花钱买的，我可是啊。爷，馋了，你这不像来住院的，你像来吃席来了。住院不得补一补吗？对不对？那什么，坐下说呗。有凳子，坐。这袋水拿着去。那个，哎呀，这怎么样？最近夜市生意？行不？不，这咋还叹上气了呢？出啥事了？哥哥，你有所不知啊。老弟最近听着一些小八卦、小谣言，就是这个。哎呀妈，三亚仔走了。你咋烦你哥这叭叭啥？我就铺垫半天，我就想说这。等会儿，沈亚仔走了啊？那体格不挺好的吗？啥病走的？因为不是你说，快是什么什么病啊？不能当真，可不敢当真啊！就是。一些小推论、小谬论，
就撵走了。啊，就这么就走了？不是，老弟个人认为是啥呀？肯定这件事儿啊，他跟索仁锦和李家带小姐有关系。谁？啊，知道了，莫非是那个李家？那可不敢呐！呀，不敢这样说呀！哎呀，手抓拿起，你再给我师傅憋死了你！咋了，哥们儿？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这个事儿千万不能泄露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们的嘴呀，特别严。那就好，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万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我们现在不就三个人吗？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。提建正在酝酿着如何帮助大家的和平计划。双姐，来，忙着呢。来辆车，弟弟，来点蚬子不？啊，今天不买，那个。行啊，臭弟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心思呢。这事儿成不成就看姐的了。行，雪琪的微信姐一会儿推给你。太好了，别激动，等会儿给我把这个搬进去作为报答。没问题。这个老弟有一个不太讲究的小提议，不是很成熟。咋的？哎妈，真好，真坏，啥坏了？没啥。不是你这肉哪来的？啊，这李雪琪给咱特供的羊肉。哎，这又多钱？重要吗？那肯定比咱上的货便宜。那什么，我先拿给后厨串串了啊。好。重要吗？钱。聪明的旗舰把卡巴斯基兄妹的优等牛羊肉推荐给竹签与铁签派，第一步计划完成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了哥，咋的？我说你家的串啊，味道是越来越好了，但是有点美中不足啊。怎么了？我带我女朋友来想吃蚬子呢。哥，最近都不卖蚬子。给嫂子来个腰子吧。不，我要吃蚬子。你看，每次来咱家都有蚬子吃，这次来吃不到，多闹心呢。最近蚬子不新鲜，你前两天就吃吐了。不，我要吃蚬子。不管。你帮我想想办法。行，帮我想想办法。哎，浪儿。你干什么？我再赊一个。哎，你上次都还没给钱呢。记亮亮账上啊。哥，快。攒的小四品，先安抚一下，完我给你想办法啊！啊，亮，别帅了，快来！咋的了？就那俩说要吃咸的，咋办？咱不是说都不卖咸的？告诉他了，说这拉肚什么吐的都不行，非要吃，咋整？哎，一样，要不你搁那谁那白爽那儿买。啊，行，那我让齐燕去买。行，回去接着算。哦。亮亮。哎呦妈，你咋又来了？我是你粉丝。啊，这个不卖粉丝，要不给你整点串行不？行，我要吃你烤的。这还吃我烤的？你别搁这儿杵着了。你找个地方坐，我想看着你烤。你搁这儿，我紧张。亮亮，太帅了。吉时已到。
那个二饼啊，师傅，抓紧100米俩脚印儿，把齐建国喊来，快去！我得多快呀、啊！